你别忘了，你的手掌还在我手上。如果你不想有更大伤亡的话，就别惹我。下边有上百号急的嗷嗷叫，想冲上来抓住你的人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们给稳住了。咱俩也没交情，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干一点，我绝对危险的事情，我马上叫下面的人上来对你不客气。你刚才都看见了，你们当中有人想杀我？ 我只看见你杀了我们的人。有句话叫做“眼见为实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好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先别着急，我想办法。 帮你逃出去。调查你的整个过程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但是要还你清白的话，你得让我跟陷害你的嫌疑人谈一谈。谈完了之后，你放一个人质给我。嫌疑人？谁啊？ 周建荣，你什么时候知道尤发金中毒的？其实你知道是谁想害尤发金，对吗？你上来就是要问这个？你必须回答我，我在救你们。今天晚上我值班，7点的时候，那个叫巴音的小男孩喊叫，我才知道尤发金中了毒。你没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。 人的嘴会撒谎，可脸不会。人说实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肉会松的。可一说假话，这脸皮子就会发紧，嘴角就会抽动，他的眉毛就会不由自主的跳动。哎哎，告诉我，什么时候知道尤发金中毒的？程长君，我是你的同志，你是在帮敌特对付自己的人。你是害怕我们看出来你在撒谎？ 我们都是受过专门的反审训练的，你的这些招数不灵。组长，他是刚刚被调进来的可运用人员，没受过反审训练。回答我，什么时候知道尤发金中毒的？我晚上听到那个小男孩喊叫，他的眉毛挑了，嘴角也在抖动，说明他在撒谎。肖长俊。 你为什么问他这些问题？你在怀疑他？我看了尤发金的病例，尤发金中的是剧毒，这种毒药进入人体内很快就会没命的。那么尤发金被及时救过来，说明有人早就知道他会中毒，一直在等着救他。车长君，如果我是那个要陷害盖志海的人，那我为什么要救尤发金？ 我从来没说过你要陷害甘振海。长春今天审问尤发金不顺利，他说吃过饭以后还想继续审问。尤发金中毒的时候，他就在审讯室等着。可是尤发金中毒之后，你却及时赶到了，说明你知道尤发金会中毒，你也知道长春有可能给尤发金下毒，对吗？我从来不胡乱怀疑自己的同志，这一点。 我跟你不一样，他又撒谎了，眉毛又在抖动。到底谁杀了我爹？是你，朱金荣。你早就怀疑长春，但是你不能这么保护自己的同志，你应该说实话。好了，我的问题问完了，我得带走一个人呢。
不就是你老婆吗？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还有方护士长，他也得跟我走。我是没什么意见。快点，快点！长军，马上给他做一个全面检查。好，快点。长军，硫发金中毒的时候你在哪儿啊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刚才我问周锦荣了，案情有很大的进展。有什么进展？周锦荣跟我说，他怀疑是你陷害了盖振海。你怎么看？周围的地形很复杂，要不要我们帮忙？周围的地形你们熟悉吗？侦察兵已经摸熟了，派你们的人占领所有周围的制高点，一旦有陌生人接近的话，马上就把他逮捕。你担心敌人出现？没错。好，这个我来负责。拜托了，小周。到。派我们的人控制1月500米以内所有的制高点。是，去吧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朱长，我什么都没隐瞒，我只知道不应该胡乱地怀疑自己的同志。是不是那个叫长春的在陷害我？什么都不要问我，我没有证据。你少跟我谈什么证据！老子找的是杀父仇人。说是不是长春？回答他。组长，我加入安保小组的时间不长，就算我怀疑毛毛同志，我也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说出来。是我，我找到线索了。你们找到线索了？那好，你告诉我，是谁陷害你？是长春。周锦荣早就怀疑他了，不过一直没有找到证据。周锦荣说是长春陷害你。周锦荣凭什么怀疑我？叫他下来，我跟他对质。你闭嘴，让周锦荣接电话。哎呦，轻点。乔成军，你疯了！你闭上嘴，有你说话的时候，你闭嘴。喂，周锦荣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把长城给控制住了。我知道，我听见了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长春的？我就是感觉他对盖振海的态度有点问题，因为他总是想把那个敌特的嫌疑放到他的身上。他对盖振海的态度不正常。你原来不是做侦查工作的，你怎么对这个事儿这么敏感呀？说不清楚。就是感觉不对，说不清。那长春发现那份丢失电报，你是不是也认为是长春栽赃给盖振海的呀？应该是。虽然那份电报是我们俩一起找到的，可是我怀疑是他故意藏到盖振海家里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上次抓捕礼拜天的行动当中，用步话机给礼拜天传送逃跑信号的，应该也是长春了。应该是他。不过，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是他。好了。现在我可以断定，谁陷害盖振海了？陈少卿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断定就是长春干的？盖振海，你先别激动。周锦荣，抓捕礼拜天的行动，长春并没有参加。发信号的绝对不可能是他。没参加行动也可以通风报信啊！你想啊，你们的通话机的那个通话信号，在办公室的交换机上也能够听得到，对吧？他们之间的距离，那个信号传呼不是问题。你是哪个部队调过来的？据我所知，你没有在通讯部队待过，怎么对这么先进的通讯设备这么了解呀？刚才我把话头引到长春身上，你又顺着杆儿往上爬。现在我可以断定，你就是那个内奸，是你陷害盖振海，是你还想栽赃给长春。盖振海，那边交给你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你现在能确定这个内奸就是周锦荣？能确认。你有证据吗？林亚福走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周锦荣帮助他整理过通讯设备，再根据他刚才的表现，不用证据我能断定他就是内奸。哎，万一盖振海忍不住杀了他怎么办啊？
我相信组长能稳住他们。跟着儿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乔长军的，他是为了救他老婆才故意陷害我的。干你们这行的随身都带着这个，都随身带着毒药。说，谁杀了我爹？你是谁的人？曹长军说的没错，你就是特务。周锦荣，我们查过每一位外围警卫战士的档案，没看出你有什么问题。看来，你是教主精心安插在我们内部的一个内奸呢。你们应该知道，从我这儿。你们问不到任何问题。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杀你。我问你，你有什么特别在乎的东西在教主手里吗？如果我放出消息说出你投诚了，依照教主的一贯作风，他会毁掉你这个东西。你应该清楚，教主这伙人没有胜算。应该清楚，干我们这行的有我们这行的规矩，买主求生，如果干了，这辈子就抬不起头来了。你们是怎么看的叛徒？你们能瞧得起叛徒？要是不说了，我就杀了你。发现了一个枪手，可能是敌特派来杀人灭口的，可以让他给跑了。咱们的同志有伤亡吗？伤亡倒是没有，我已经派人追下去了，希望能抓住他。行，你们继续警戒吧。好。看来他的伤不重，幸亏我拉了他一把，不然的话这枪指定打中胸口。您都看见了吧？有人想杀人灭口啊！是他的同伙。刚才你听见枪声了吧？那是我们和他们在交火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你的人会随时趁乱冲进来。你还担心什么？已经证明你不是敌特，陷害你的人已经找到，你的问题能查清楚。那，你能给我证明吗？通过今天晚上我们的相处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无辜者。无辜？无辜？无辜？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呢？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疑虑。曹长军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内奸已经查出来了，是周锦荣。刚才他的同伙想要枪杀他。他死了吗？现在还不清楚。那就是说情况失控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现在的情况啊。乔振军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我指挥，马上派人上去，搞清楚情况。哎，派我上去吧。如果别人上去的话，容易激怒。乔长军，你的心情我知道，我的心情跟你一样，都是为了保护组长的安全。现场人员注意，我是林亚夫，我是林亚夫，一切行动听我指挥，各小组随时做好突击准备。我们的人已经就位了，随时可以冲上去。小川，喊话，
再给盖振海5分钟，让他立刻投降。是。盖振海，你听好了，限你5分钟之内出来，弃械投降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这个就是你的疑问。我的疑问现在解除了。扶着你的首长马上离开，你们的人马上就攻进来了。来，荣盛，你们两个人把周锦荣给我押出去。我和甘振海有话要说。可是组长，服从命令。是。出来弃械投降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。等一会儿，乔长军会配合你逃出去，紧接着你的通缉令就会下来，有一段时间你会成为我们追捕的对象。不是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用你。用我？对，从现在开始你正式成为安保小组的运用人员。你们安保小组那么多高手，那乔长军就这一个，怎么？教主太了解他了，我现在需要一位和教主没交过手的新面孔。哦，想用我做内线？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我们得等待机会。不干，我自己还那么多事儿呢。盖振海，盖振海，有句话你要记住：没有这个国家，你的家、你的老婆，你都保不住；你父亲的仇，你也报不了。副组长，进攻吧。行动，同志们，进攻！安全吗？组长安全得很。另外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盖振海为安保小组可运用人员，杨为重。我现在已经被他征用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运用人员。他让我帮着你对付那个教主。你被我们组长征用了？你是怎么把他给骗过去的？啊？就凭你，怎么帮我呀？有这么大本事吗？我自然有我的本事，人说了，就凭教主对我不了解这一点，我就比你强。哎，你给我说实话，答应我们组长干这么危险的事儿，
是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啊？没错，组长还说，他认为杀害我爹的人和刺杀周景龙的人是同一个凶手。我也这么想的，我觉得呀，就是咱们一直在追踪的那个礼拜天。哎，下面我该怎么做？一会儿啊，从这儿直接爬下去，从楼梯下去。啊。报告，楼上已经完成了搜索，没有发现盖振海的尸体。组长的意思是继续对他进行调查，但不需要牵扯太大的精力。是。嗯。李副组长。哟，李参谋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次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也该撤离了。哎呀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援呐。不过，有件事情我想麻烦您。啊，你说。请您务必找到盖振海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疑点需要他配合调查。我们认为盖振海并不是敌特。盖振海的父亲盖宝平同志一生忠于党，尤其是在解放东北的时候立下很多战功。不过就是在这个养子的问题上，他有所隐瞒，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盖振海的妻子在跟他走散之后就下落不明了。目前得到的消息，他跟敌特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。来人，到，立即排查可疑人员，重点检查车辆。是。说啊，周锦荣在满洲里有一个临时的落脚点，咱们俩去那儿看看。去那儿啊？啊，走。求你件事呗，不行，我还没说啥事儿呢，你就说不行，就是这种能下水公安的证，你拿去帮我盖个戳，也算我没白帮你们安保小组一场。跟着我，你根本就用不着这个。那万一我落了单了呢？这东西是现成的吧？也露两手，让我看看你这安保小组大特工的厉害，好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只要把这些空白的地方都填满了，一般单位的检查都能糊弄得过去啊。值班吗？我上医院找你，可是那边都戒严了，不让我过去，还有人开枪，吓死我了都。没事没事了，妈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哦。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家？
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班长青。谁让你来我家的？阿姨你好，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您一晚上没回来，小玲找不到你，很害怕。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我就来陪她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昨天要不是他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玲，既然阿姨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其实我妈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小林，他就是个坏人。妈，你又不了解人家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妈妈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真的不是好人。您都知道些什么呀？灵儿，来，你先坐下。灵儿，你听妈妈说，有个病人家属在部队上工作，我托人去调查了一下。你知道班长青为什么退伍吗？是因为在部队上犯错误了。什么错误啊？作风问题。指导员说，他和当地的女青年关系不太清楚，又给女卫生员写情书，在部队影响非常坏的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他都告诉你了？他没有瞒过我。妈，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，这些我都记在心里。只是，我一直都很怕你。怕我？我管你严，是怕你吃亏。你个女孩子，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可他就是个流氓，他会害了你的。妈，我知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最疼我。对呀，这几年到处都在打仗，好多孩子连吃都吃不饱，而你还在供我读书上学，我才有机会跳天鹅湖。我知道，您是怕我上当受骗。对，对。可是，我真的很喜欢班长青。你为什么非要喜欢这么一个男人？难道世界上就没好男人了？妈，我不知道你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但至少我认为，班长青，他是个懂得爱情的人。以后。永远都不要再提你爸爸了。妈，班长青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以后我会慢慢让你知道的。这个是货车进出站的时刻表啊。周锦荣想用什么进来？要不咱们去火车站看一看。进货取货都得经我那儿。行，查一查周锦荣到底想运什么进来，而且顺这个线索，有可能查出小组内部的特务来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的人。那我是不是又得跑了？没错。记住了，联络信号还有地点，保护好自己。走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
周锦荣这内奸被抓，我来这里找找线索。看来被你捷足先登了。哎，被你们从医院现场赶过来以后，我就直接来这儿了。里边你都找过一遍了？找过了。那我就不进去了。我带你一段。行，你说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对未来的出路想好了吗？别想当什么死士，教主能派人杀你，不光说明他抛弃了你，更说明他根本就没认为你能成为死士。只要你能让我活命，我交代我知道的一切。我可以保证让你活下去。礼拜天的底细我最了解，他对你们很重要。说说看。礼拜天擅长狙击，懂易容术，我每次和他见面他都不一样。这些我们都知道。教主还给他派了个帮手。你知道他什么身份？满洲里本地人，隐藏得很深。你还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一些线索吗？年纪不大，没什么战斗力，不是按常理推断的。给礼拜天派了一个什么瞭望员，我听他们说，好像这次破坏专列行动，教主就根本没指望礼拜天开枪。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核查。我知道，你还隐瞒了一些事情，那些事情和你的生命相比，更重要。你考虑一下，把心里的秘密都说出来，我们会给你一条出路。盖振海呢？你没抓住他？我们在医院里没有发现盖振海的尸体，是不是你把他给放跑了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哼，看来你对我的成见是真够深的。难道在你心里边，我就不能干一点好事儿？救了盖振海，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是吗？
昨天有人向我汇报说，你到了现场之后，在电话里跟韩冰说了两句话，就拒绝了指挥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跟韩冰啊，闹了点家庭矛盾，没事，组长都给解决了。宋尚军，你知道吗？韩冰现在医院正在接受顾可一的调查。哎，你们调查他干什么呀？啊？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问我啊？我不希望这件事情把韩冰给扯进来。事发当晚，韩冰去了杨维忠的房间，他说了些什么？我不跟他说过了吗？乔尚军呢？咱们没时间了。后天1864专列就要从北京出发了，整个安保计划都已定好。可昨天居然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，组长都被劫持，这件事让上级领导很不满意。你这么说就是不信任我。要不这样吧，关于这件事情我不做解释了，你可以直接去问组长。我们没有找到盖振海的尸体，我们安保小组里面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乔长军。你就不想帮助乔长军排除这个嫌疑吗？调查他有没有嫌疑是你们的工作，我只是他的妻子，我只管他的私人生活。长军，要不跟韩冰同志谈得怎么样啊？该问都问了，该说也都说了。那就行了，没事了，可以回家了。那我回家等你，你也早些休息，昨天熬了一夜。我送你。乔长军，我还有事跟你说。哦。小顾，有空来家里走看看。别送。我在办公室等你。蠢货，笨蛋，你们干的不对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出重大的事故的？小日本，你嚣张什么呀你？你他娘忘了当初你们投降的时候那个熊样了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啊？我说你他娘欠揍！老子不干了，以后发生事故的话你们要负责。耍什么脾气啊你啊！啊，臭他娘德行，谁他娘还指望着你干了？是不是？没他一样干。说得好。组长去哈尔滨了，你走时说。
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我们都就一场圆满。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我们都就一场圆满。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